刚进化啊，打今儿就开始啊。咱们下去，下回实话实话，下去说。怎么了？下去说，说着说上桌子了都，在家上炕上惯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看我啊，谢谢啊。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，不能说这事儿，咱不能说啊。您这还不说呢？不认识我？您要不说，我还真不认识。都认识我呀？你不认识我？不认识？你真不认识我？真的？哎？啊？这是你怎么意思？怎么意思？什么毛病？你这是？你不认识就打呀？你不认识我呀？认识啊？认识？不认识，让你认识认识我。我您介绍我才认识呢。我是一个大文豪。文豪？我是一文人。您大文学家，还有什么说什么？你听过我豪吗？我豪的时候你知道吗？没有，睡觉呢。讨厌吧，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大文豪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些年啊，我这您啊，不是这大文豪身上怎么那么碎？文豪也是人。不要，文豪也是人，没关系。不要把文豪当成神仙，知道吗？是不是神仙？您出来也得系上皮带。我们也有很平凡的一面，知道吗？人要这么些毛病，您就后台得了。我是一大文豪，我写过好些东西，好些个东西，真的。那呵，电影、电视剧、剧本。哦，您还写剧本？写了无计其数。是啊，小说、文章、大说。这叫什么说啊？您这没少写，写了好些个啊，都我写的。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？我们都没看过。你看，没拜读。我最近又写了。哦，就前些日子有一个电影叫《卡拉是条狗》，看过吗？看过。我写一续集。哦，《卡拉是条狗》的续集，写一续集，名字叫《于谦是个猪》。哎，这咱这东西啊，什么东西？我招你惹你了？我捧你啊，捧你啊！您这是捧我呀？这捧，大伙儿瞧这模样长的，这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。您这话太损了，我至于吗？我为了捧你啊，捧我这个剧本写完了，你演你红了，有我你放心，你我准弄死你，看我准掐死你。那个不是，我让你红了，你了不得了，演您这剧本了，因为我是个才子。哦，知道吗？您有才，呵，你扫听扫听去。嗯，我清华的。清华的？清华的。清华大学。清华的。不是清华大学吗？清华的。是啊，您说清华的海淀清华大学。虎坊桥清华。虎坊桥清华。虎坊桥清路东边，路东边。虎坊桥没大学，要是清华就是清华池，那是澡堂子。你一说话就讨厌，知道吗？你说话讨厌。我跟他上桥多少年了，我天天说在做文章的时候啊，您还在那儿给人搓过背是吧？没，我清华后头烧锅炉，再往后头那就到炉灰了。你这讨厌啊。我您澡堂子后面能干什么？烧热水什么？我那枪哪儿去了？您不是这么大脾气，您说啊，我文豪吧，清华，不是华清的，我是华清的吧？华清池，还是澡堂子呀？您这个，您这嘴有毛病。聪华大学的，是聪华呀，是聪花儿。这个我不打你，你不明白。你不是您刚才，我这就奔着厨子那儿想呢。您这我哎呀哎呀，怎么了嫂子？这是哪儿练的呀？我这清华大学的高材生。高材生哦，写字画画古典文学都行。真的？哎呀看过我写毛笔字吗？您还会书法？大书法家呀。是啊，呵，天天写，天天写。哪天有功夫，我给你写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，我写。好，我天天写，天天写，写字写的手都酸了。哎呦，就这么天天写，卖呀，为了卖呀，卖呀。您还
了。你这我们得吃饭呢，吃饭呢。你存车你也得交钱了是吧？是是，现在开销大，是不是？天天写，今天还卖字，写完了卖。您在哪个画廊卖啊？法郎。上发廊我们不是卖，我们是买。是您上发廊，那您要是卖您还得变性去。我说的是画廊知道吗？画廊没画画过，画过狗啊，画了书画一体啊。您说我们就写字儿啊，写字儿，呵，主要写字儿。那您在哪儿卖吧？您说这您这字街上啊，街上，街上，街上卖，街上哪儿？街上哪儿都能卖啊，哪儿都能卖。当然了啊，这也分地势，那当然，地势要好卖就多，地势要次就不行了。您当生大生二卖那行，我破了，哎，那都文人，搁到五环以外给完了，惨了，没人了。哦，卖什么一天？呵，这人多了去了。哦，天天求字的人络绎不绝。哟，那您可发财了。发什么财？这就面向工薪，知道吗？您这也面向工薪？面向工薪呢，对吗？面向工薪，您这多少钱一尺？我不论尺，不论尺。多少钱一轴？不论轴。多少钱一副？不论副。您这论什么呀？套。您都写一套一套的。对啊，写完了，弄好了。表格了，不是一套吗？哦，一套一套，那他卖的讲究，卖一套卖一套的好卖。哦，当然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分配月，旺季什么的。要说这些日子啊，天一凉是吧，就差了。要是赶上五一这几天，十一这几天庙会都放假，发财了。哦，挣钱了。这日子口啊，是啊，这日子口买多的，呼，早上起来就忙活，到求字人都站满了，一溜，知道吗？嚯，给人写。哦，那您挣大钱，挣大钱，挣什么大钱？两块钱一套，挣大钱，挣啊！人家字可卖的贵着呢，咱们这面向工薪呢，就那也不能两块钱变，两块钱撑死两块五啊，到三块都不合适了，就没人买了，差着就差着，还真是面向工薪。哎，忙着早晨起来啊，跟这正等着呢，求字的人都来了，一站站一溜，师傅来套，等着呢，来一套。把钱接过来搁兜里，给他先做纸，把纸都铺上，做那宣纸啊，宣纸啊，不宣，不是报纸啊，你呸，写字有拿报纸的吗？您不用宣纸，不用吧？那是什么纸啊？面巾纸。面巾就那么大，你能写什么呀？那个不是，你说那面巾啊，就是面做的。面做的，面做的，有金子，还有金子呀！这个脑子，这正等着啊！啊，您说讲讲，来求字儿的了啊！师傅，来一套，来一套，接过钱来，先给他做纸啊，做纸弄好了。我这字台底下有一炉子，字台底下有一炉子，炉子了得了，死啦！赶紧拿我这笔啊，推一下，拿过一鸡蛋。翻过来，嗯，我这边上都是搁着课本，一摞一摞的课本，课本啊，啊，还有这镇纸，拿过镇纸来，嗯，搁当中搁好了，嗯，把我这笔拿起来，我这笔宽啊，是吧？蘸墨，蘸得了墨，要朱砂不要？要朱砂吗？少来啊，弄得了，走，这套你的，写字，摊煎饼那叫。写字儿呢，这讨厌！你上我那工作室那儿看看去。这啊，工作室这一破三轮车就工作室了。我那笔用坏了好些杆了。啊，对，买的人多，刷的年。什么呀？我那个砚台呀，一个一个的。这还砚台呢？你那啊，搁葱花酱酒子沫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讨厌！你懂什么你？啊，我葱花大学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是有葱花，对，葱花大学的。嗯，很
多社会上的高人上学校视察来。还有高人去过？多少高人你算啊？自打我们学校一开张，您这腿下去行吗？站得高不算，知道吗？累了就得歇会儿，知道吗？您后边歇着去啊。好些高人，有一位金庸，哟，大文豪，知道吗？查良镛啊，本名叫查良镛、啊。对对对，专写武侠的东西。是是，人称叫金圣人。哎，写得好，写多少好书？嗯嗯，《鹿鼎记》。哎，好书，《金瓶梅》哎。西门大官人，这金莲轶事，嘿嘿，你没看过别的书了吧？就《金瓶梅》来回翻了吧？看画就是看画，对不对？还看画，你还有脸说呢？看画，金圣人听说我们学校人才济济啊，准备上我们学校来，哦，要来上我们学校参观来啊，在香港坐长途汽车来到北京，六里桥下车，坐300路和平门下车。地铁又坐一站地到我们学校来视察参观，这金庸路线还真熟，是吧？来到我们学校，嗯，大伙儿瞧，我这金圣人呢，啊，推着字台都过来，您尝我这个，哎呀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啊，尝什么呀？这个推着字台啊，推着字台、啊，您这叫字台啊？那个，我们的工作室啊，啊，行、哎、行，来尝尝这个。校长赶紧过来了，哎呀，这是金圣人呐，嗯，来到我们这儿，我们学校啊。简直是茅厕生辉啊！啊，金庸上厕所了，厕所干嘛呀？茅厕生辉了，我们得客气。谢圣人您好啊，您尝尝尝尝，来来，都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！各位同学不要着急 啊，你们的作品金某人一定挨个品尝啊。这金庸饭量够大的，挨个品尝，挨个品尝一下啊！归校校长，今天金某人打算出一道题目考一考你们这些个学生。您看看肯赐简否？赐简，就是肯不肯赏脸。金庸还那么文，校长说行，您出题吧。啊，金圣人拿起笔来，刷着点点，写了一句诗。写什么？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哦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古诗，这是春呢、啊，要对秋。对，春秋题是最难对的了。那您啊，校长看看我们，大家一定要谨慎，一定要小心啊！你。那纸啊啊，那纸多给点啊，多搁点面就完了呗啊！你那个啊，你那个啊，别太脆了啊，多给点金子啊，多给点金子啊，多搁俩鸡蛋，大伙儿就赶紧吧，赶紧吧，上人等着，赶紧写吧啊！整个教室里边呲啦呲啦呲啦，里边全是这声吗？忙活呀，都弄得了。圣人，您尝我这套，尝我这套，尝尝吧。圣人接过来，这个墨烟阴了。吸了，怎么把朱砂喝多了？辣了，吃来吃，尝尝来尝，看来看去吧。想准了这词儿啊，看去吧。嗯，看到我这套，拿起来吭哧吭哧吭哧，喝怎么样？咸淡正好。哎，对，也就唠一这个。圣人很高兴嘛。啊，此篇华汉阁下大笔否？哟，这可别拽了。我说区区不才，然也。啊，可能照这篇文章再来一套吗？看一个，我是圣人稍等，刺啦，啪、啊，来俩鸡蛋啊，来，知道贿赂呢。嗯，圣人吃完很高兴，哦，太好了，两套一般无二，全是你摊的吗？高才爷，夸您。正说话呢，啊，圣人身上手机响，来电话，圣人磨剪子的呀，掏出手机，啊，喂。喂，靠！小灵通，收起来，信号卡啊！等等，那么过来，过来，再打吧。喂，哎，对，你好，谁啊？我是金庸。喂喂，哎呀，喂，信号不好。喂，喂，喂，哎，还在信号？哎，是我，对，谁呀、啊？喂。哦，董建华先生啊，哦，好，您好，您放心，您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挂了电话啊。大伙一听，特首啊，董建华，董建华来电话哦，大伙都瞧着，金先生乐，归校校长是方才特首董建华来电话，嗯，香港缺少一名超等总理哟。我发现您这学生里边，郭军、德纲，贤良方正，
貌学红儒，超等总理是更堪此任。好啊，校长说行，让他去吧。我一听坏了，这我哪干得了啊？超等顾问不小了，超等总理，重说一遍。超等总理，这超超超的啊！超等总理，超等总理，对 对, 对，我干不了。您超等总理不错，这什么呀？啊，抄起铲子，董事总也没人理，没买的。啊